各位乡亲，厝边头尾，欢迎收看今仔的《方言报道》。今仔节目开始，咱凡事先来关注天气。根据泉州气象台预报，今仔南市中雨转阵雨，气温是24度到30度。预计明仔后日天气会有好转，以中午以后的阵雨或者雷雨天气为主。台风影响过后，将会带来几日较秋凊的天气。另外，全市发生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局部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比较大，应该加强地质灾害文化点交危险区域的巡逻监测交防范。昨日厝内点着东海国道东门社区的居民，因为厝隔等积水包围，无法进村。红沙华等十几户居民厝内厝因为地势较低，记者要行到因厝内采访，就掠过几十米远的积水。三米就是三米，差到七点咯。吼，风透风甲雨，昨三步我昨袂车，昨袂出去咯，袂出去到今仔去，还佫昨袂出去咯，船要走开，走淹的，徊干啊，徊干啊，计袂让出去咯。啊，了了就到这五角头顶咯，吼，外口就唔呐咯，外口就到脚大腿咯。头前还佫有较比阮较近，阮还佫是中等，现在就淹啊就比阮较远咯。房水处后，佫长二三十公分深的积水沟壁，到底当时起厝的时阵有家己加宽？无积水，若是积淹下来，电器家具一定歹。出现类似的情况，也顾周围的几落户人家。贵的，是落是到脚头的水，要到楼顶安尼，我去是到脚头的水咯。我哪有法人吃？啊，这水还佫出侪水啦，水还佫高在水啊，我了出来高在水，逐项都浮咧，连我倒规头水也浮起。七十八岁的黄阿婆讲起这事，昨晚落大雨，因一搭一点发生来了。虽然厝内厝计有加盖，水未淹进来，不过无方出入，已经托因造成了野大困扰。无排沟啊，托水流出去咯，是毋是起厝冲冲会倒落水潭的？全冲落有无冲沟咯？大队那是讲几万咯？大队啊，去伊说无法。居民们介绍，地势较低，以前的排水管较细，近三年来个陆续个受到人为破坏，是主要原因。大家人唔知影，应该向倒一个部门环境，才可以解决这个当面头起的问题。离在南湾东山镇的苏红村，因为一日一暗的狂风袭降，乡里内面的枝条受毁严重。我现在是在南安东田镇的雪峰村，在我身后是一个近400平的养猪场。由于受到台风苏力的影响，今天凌晨两点多，这里狂风大作，导致养猪场的水泥瓦屋顶瞬间倒塌。发现这一情况后，村民蔡先生立即请村民帮忙，在凌晨五点多天刚刚亮的时候，将三四十头小猪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怕那小猪受不了，那体力不够啊，然后我就想把那个小猪转移了。那大猪体质比较强一点，就先放先暂时先放着嘛。厝前的饲猪场是去年年底建的，有200几只猪，过过无偌久，大部分猪就出栏了，一只猪可以卖千外块。昨日暗暝，厝前惊猪条会当防火袭击，猪附近就了一暗，不过猪条的厝顶也是受到损坏，虽然无猪受伤，不过这暂时厝前正咧为无所在安置这100几只猪而烦恼。我想转移一下那个泰铢嘛，要不再这样，如果下雨也是不行的，啊，会再下雨是吗？啊，怕会再下雨。那如果没有下雨，天气变好的话也会。变好了，反正也是要转移，不转移也受不了。那个天气热了，就是怕那个中暑怎么样的，都会有可能发生的，高热还是怎么样都怎么随时都可以发生的。那你要把猪转移到什么地方？我想把那个猪转移到我们那个解放村的。小学里面，那蛮有用的嘛。厝前所设的小校舍，是不是可以用来做临时的猪条呢？早上他刚六点多打电话，我就有出去过哦。但是他们考虑那边应该放那边里面设施也不好，因为买水买那个猪屎，因为猪这种卫生不是很好嘛，所以说不方便弄那个。厝户曾经介绍，苏红村也固结所行的猪条受到台风破坏。加上厝前的饲猪场，已经800平方米的猪条厝顶出现倒塌。为此，因将向上级政府申请补贴资金，帮助村民解决困难。除了猪条受灾，台风也阁造成了80亩的水稻被淹，72间民房损坏，也阁有公路塌方、水坝受损、树木损坏。按昨日暗晡开始，规个乡里就已经断电。目前，因已经着手对各项设施展开修理。咱来关注其他方面，
三十岁对一个男的来说，应该是负担起全厝内责任的时阵。不过厝内点的石狮指纹加陈晓峰是突然破病。最麻烦的是，伊的血型是亚罕见的 O 型 RHD 阴性的血尿血。这种血型普通人内面一万个才有一个。这暂时伊就急需输血来救命。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免疫血液科的病房内面，倒在病床顶头面色正白的男的，就是陈晓峰。伊某陪在伊的身边在照顾伊，为了唔让伊人担心，伊某在表现出也坚强。唔过叫记者说到伊人那边，伊的目屎就流落来。之前啊，一两个月前嘛，就那个腰骨嘛，去那个庙里做义工，帮忙那个搬桌子嘛，然后闪到腰了，我是小问题嘛，然后再就去给人家那个走那个土医生，然后推腰嘛，然后推了一下，好有点缓解。就十几天前有昏，半夜起来上洗手间嘛，然后我爸有给他搀扶着嘛，然后到洗手间也就站不了了，他昏倒了。因某在伊四处求医，陈晓峰的情况是不断的恶化，一阵时规身也痛，人经常昏迷，并且是脚不起来。几日前，厝内人将伊送到一个医院治疗，医生一抽血发现了一个更加麻烦的问题，伊的血型是亚少见的 O 型 RHD 阴性血尿血，普通人内面一万个才有一个。但是你这个病可能可。这个血型可能是血 O 型中那个 O 血 O 型中的血中的那个什么熊猫血，他说你可能要这个如果这个这病要住要治好的话，你可能要趴在这边等待后的。发动自己认识的这个圈子的这个朋友去发动这个血型的志愿者来捐血。因已经给伊输了200cc O 型 RHD 阴性血尿血，算下来也阁需要2000cc 的血尿血。就是说，若是一个人献血200cc 的话，起码就需要10个人有这种血型。目前伊的病因也伫咧检查，不过若是未赴及时的抽一包血尿血，也可能有生命危险。陈晓峰是一个青年志愿者分会注册志愿者，之前伊即间来参加各种志愿服务的活动。今年陈晓峰才33岁，也过一个五岁的查某。尽管说自己身上不是很多钱，他都会尽量多出一份力捐出去。那有时候我们两夫妻也会去庙里做义工。以前他有去参加那个老人院啊、孤儿院有去帮忙。今天都好多那些志愿者来帮忙，我真的好感动。我们会尽量帮你们。如果电视机前的恁也是 O 型 RHD 阴性血尿血的，希望欢迎加阮处的联系，帮帮陈晓峰。换一个话题，昨日早起，浦桥一间银行的营业厅内面，有一个囡仔计踮在银行的外口咧佚佗，因为无大人，囡仔阁说无清楚家庭的住址，银行的保安无办法，只好向警方求助。13岁的早起10点几，浦桥建行营业厅保安周伟林发现了有一个查甫囡仔，一直伫营业厅内面咧佚佗。不过等了真久，计无看到大人来接伊。问伊点伫倒，囡仔说无清楚。无办法，保安只好报警。浦桥派出所巡逻集群的民警，协五至九报警后，迅速的赶到现场。伊也试着交查甫囡仔沟通，不过查甫囡仔是一问三不知。所有民警只好将囡仔送带倒去派出所，通过指挥中心找了也久，当日安保室谈开，终于是联系到。上门没关嘛，我去买点菜嘛，他说叫你看电视，我叫他看电视嘛，去买点菜回来，他就跑得不见了。他找了下午没找到，我就跑到金融派出所去，去问那边他说没有。原来是因为大人担心，
囡仔也爱佚佗，无同事按出来走出来，好在是无行偌远，搁等及时发现。根据这个囡仔老爸介绍，因家今年六岁，所以是最发的高烧，语言表达能力受损，而且即摆拄着也做核心行。民警也认真核对了相关现象后，这个六岁的大伯囡仔等因老爸平安的带倒去厝内。时间到了，未成年的囡仔家长一定着看好形势，唔茫因为家己的无小心引起囡仔惊心，而且发生意外。乃说乌网吧，也是囡仔时间一定袂做去的所在。今日石狮市工商部门加大力度打击乌网吧，净化私家网络安全。本河安部伫乌滨国道站庆社区红日路的一间水超市内面，工商执法人员发现藏伫内面的乌网吧，七个未成年人正伫简易的茶班结柜内面上网，完全无管周边野区环境。啊，这里有没有电脑啊？然后他就说还有八号，我说我上两块钱。几个大孩子是带我来的。嗯，那你怎么会想到要过来这个网吧上网？因为我家里没电脑，所以我就我妈就说让我出去玩。如果万一这边发生了事故，你自己怎么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工商执法人员马上对这个乌网吧进行处理并立案调查。这七台电脑，包括一台主机，总共八台予以扣留，然后并发出相关通知，责令该便利店的老板明天到我们工商进行处理。根据工商执法人员的介绍，事件开始以来，因先后是查访了六间乌网吧。这所乌网吧主要的特点是利用当地现地的办公，第二是其他经营项目来做掩护，三是专门盯上事件的中小学生。工商人员提醒。家中着叫家里一定忙到乌网吧佚佗，市民发现乌网吧可以通过工商一二三幺五热线及时举报。新闻广角为您打开一扇资讯的大门，泉州的大事小情听我一一道来。新闻热线223-5000，有事您说话。温暖泉州，我们共同维系。有想法，有观点。您的声音，这里来放送。新闻广角，关注民生，服务社会，每晚八点，真诚守候。咱接下来拍播新闻，大区晋江在咧晋江交通服务中心停车场内边发生火灾。在咧早起六点左右，晋江交通服务中心停车场内边发生火灾，因为火比较大。晋江消防部队调集了两个中队，七架消防水管车来参与救火。消防官兵伫落雨天内面来救援。安部一点归，这个停车场搁一卖失火。导火点交早起的导火点相隔几米，过火以后30几米长的铁皮车边完全变形坍塌。原本停放油水的摩托车交电动车变成了一堆废铁。万一是烧到前面这些就完蛋了，因为这些油箱通通油啊。后面那些都没有的是吗？对呀、啊。之前发现导火以后，车顶的负责人马上组织人员自救，不过火势过大，迅速蔓延。这个停车场面积大概是3平方米左右，工作人员有10几个，14点钟皆有人在顾车，内面只是用简易的铁皮，大概用来加热。这个应该损失应该不会大，因为这些都是要报废的。所以废铁卖掉了，但是这个没办法，已经着火了，他这些也是要去报废了。因为烧毁的车辆比较多，也无通保证大只车皆是报废。若是车主通过合法的手续过来领车，被烧毁的话，另外承担赔偿责任。时灯相隔7点钟，两卖着火，第二卖起火，显然是比头一卖更加旺，车辆抛击更加多。火到底是安得来的？停车场内面四面是有野边的围墙，围搭用铁皮搭盖遮阳边，并无电线附近。台风把这些车推倒，那雨下那么大，那电极就碰见了。发生火灾以后，工作人员有推灭火器来灭火，不过一拿过时间，大火就窜啊真远，可能是跟车辆摆啊太白有关系。摩托车交电动车的车电皆是海面截屏，车轮是树林的。这两部分皆是打过倒起的物件。车场的负责人介绍，因将组织人员对这些车辆进行大排查，
开通一条消防的隧道，并请教主管部门做何先行处理的工作。咱来关注一条追踪报道。顶日，阮的节目是报道了伫市区城东一个男的伫一个人工湖跳湖自杀，因为天气原因无打捞上岸。十日中午，这个男的遗体被人发现了。昨日早起八点几，泉州市公安局乌斯边防所接到报警，一个二十几岁的男的伫市区城东安吉路桥城东街交叉路口人工湖跳湖自杀。民警赶到现场，已经无看到这个男的踪影。民警赶紧组织人员交工具进行搜救，不过因为湖面比较大，佮加上台风，搜救工作相当困难。为了确保搜寻人员的安全，搜救工作暂时停落来。乌斯边防所安排民警交附近保安到人工湖附近，以便第一时间发现这个男的，并对周边的工厂社区进行摸排，查缉这个男的有关的信息。昨日中午十二点几，乌斯边防所接到当地保安汇报，湖面发现了这个男的，马上组织人员到现场进行打捞。打捞起来发现，这个男的已经死亡，因为男的面有淡薄烂去，身顶也无任何证件，身份也无通确定。那目前呢，我们警方是这样，在辖区进行排查，然后发那个协查通报，然后看有没有谁是哪个厂或者是哪边的住房里面有人员走失。目前警方正对案情做进一步调查。咱来去台商投资区，最近白牙派出所民警抓了一个盗窃的嫌疑人。嫌疑人王某专门压开车门偷汽车内面的财物，有时做一个暗暝，竟然是可以连偷十几只汽车。六月二十六号的暗暝，台商投资区白牙派出所陆续接到群众的报案，说汽车停在路边，被当人破坏。车里面的现金交物件被当人偷去。好，接到多起群众报警，称说轿车车后窗被砸，那车内财物被盗，然后因为报警人有很多个，然后在我们当地造成很大的影响。接到报案以后，民警马上展开调查，通过调出现场的监控录像，民警发现有一个男的有重大的嫌疑。这个男的姓王，贵州人，今年三十岁，在汽车财物被盗案件发生以后第二天就倒去老家。民警是密切地追踪这个男的行踪，在七月十一号将王某抓到。经过审讯，王某二零一一年就曾经因为盗窃被拘留十个月，刑满释放以后，在晋江青阳搁一摆偷车内面的财物，被警方抓到落脚。去年年底才来到台商投资区白牙乡。他一般选择凌晨时分或者说深夜先踩点，一般他会戴手套，然后持手电筒以及螺丝刀，在实施盗窃前，他会先观察车内是否有财物。如果有财物的话，他就用螺丝刀将我们的轿车的车后窗给它撬下，然后能爬到车内实施盗窃。王某在今年年初开始，在台商投资区白牙乡、分化县城等所在作案达到几十起，有时做一个暗暝连续作案十几起。作案的目标是停在偏僻路段汽车，将车内面的财物、交现金、手机、相机、用酒全部偷去。车主平时一定忙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汽车停靠时阵，避免选择较暗的路段，以免财物受到损失。来看一摆，今仔有啥物值得关注的资讯？记者南昌铁路也了解到，受到台风所了影响而停运的动车组列车，昨日全部恢复飞行。铁路部门提醒，已经按车站收费人口列车待售点，桥尾的杭深线十三号停运列车车票累计，可以在七月十七号之前到车站窗口办理专业退票求偿。清云山警局日前发布了最后的通牒，要求草房水库附近十五搭违建坟墓立即整改，对不配合的人将按照无主坟墓处理，组织人员强制性撤离。时间到了，到海边游泳变成了也最高中级学生的消失宣传。为了更加好地保障市民安全，三十个爱心救生团被启动接驶五级海岸3.8公里的海岸线，加固海岸的安全线。好，谢感谢收看今天的风言报道，咱再会。
每个角度都很完美，华美精细面部整形，从细节到整体，每一面都精雕细琢，精致面容宛若天生。泉州华美整形美容。哇，喜多多椰果王！哇，优选东南亚进口热带椰果，超大果粒，冰糖熬制，很 Q， 很清润。喜多多椰果王。你知道吗？拉肚子容易伤肠道，拉一次往往伤一次。简单止泻可不行，康恩贝牌肠炎宁五味中草药治肠炎止腹泻，现在拉肚子用康恩贝牌肠炎宁。听大海，讲永明景点故事，黄金海岸永明印象导游之星电视大赛正在火热报名中，由泉州市旅游局主办，泉州广播电视台、石狮市永宁镇政府、中骏黄金海岸重金打造，只要你敢说敢秀，就有机会获得最高50,000元的现金大奖。导游之星等你加入，报名热线22888-29，详情请登录永宁古卫城官方网站。爱就爱相亲，爱相亲，爱夫蛋糕。乐隆隆百年好喝汤，营养又健康。温馨提示：未满12周岁不得在公路上骑自行车，未满18周岁不得骑摩托车。严禁乘坐无牌无证和超载车船，严禁在公路铁路上游玩。热烈祝贺金轮牌大米赢得中国第一名商票。好儿游提醒您收看20点档全市剧场。治不孕到玛丽，泉州玛丽医院专业治疗不孕不育症，快运热线22871313，22871313，泉州市田安北路305号。农家新椰果 Q， 草莓味儿，雪梨味儿，哇，蓝莓味儿，谷味椰果更 Q 更带劲。农家新，这里是泉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欢迎收听到《交关身体有报道》，我是林浩，我是你朋友珊珊。热浪年天气热，咱人呢容易感觉心烦不安、规身无力。那按照咱中医的说法咯，火气是心所主，所以啊，伫自我养护甲锻炼的时阵啊，要保护心阳，冰心静气，确保心脏机能的旺盛，才会符合春夏养阳的传统养生原则。那么对这个智慧来养生，要多需要咱注意呢？咱就来看今仔日的节目。吃饱了唔通马上午休。热得天啊，午睡者呢对身体也有好处。唔过唔通一食饱就去困，这是因为中午进餐了后，胃肠蠕动会加紧，等体内大量的血液集中到消化系统，大脑供氧明显下降。即阵时去困反而对身体不利，一般应该着吃饱了半点钟以后才去休息。乌鸡麻可以消除乌目眶。乌鸡麻乌头毛的作用啊，是也侪人知，但是伊消除乌目眶的功效，可能就也少人听到。
芝麻富含对眼球甲眼肌有滋养作用的维生素 E， 有可能缓解乌目眶的形成，既有可能让头毛乌金，又搁可能消除乌目眶，一举两得。除了芝麻富含维生素 E 的其他食物，还有葡萄、核桃、葵花籽等。准妈妈会疼骨，伊啊大脑受害。如果准妈